哎呀，哦，天哪，打了好几天的电动了，都没有吃饭哎，好饿哦。哎，来来，快快快，吃饭。哎，老板，谢谢。等一下，今天怎么回事啊？态度那么差，还没有饮料，空的，奇怪。哎，话说啊，肚子很饿怎么办？我们的卤肉饭怎么还没送上来？卤肉饭，老板一碗卤肉饭，一碗贡丸汤。话说啊，你最近到底在忙什么？没有忙什么啊，我就跟你说，我想要把我的锤子变亮嘛，你看。哎、欸，真的变亮了、欸。变强哦。哎、欸，好帅哦！天哪。拜拜哈。哎、欸，你到底怎么把那个变亮的？而且你确定这样子真的可以打败洛基吗？你放120颗星好了。你要我放心，每次都害我没办法放心。哦。你今天态度很差哎、欸。卤肉饭怎么满满的葱花，好恶心哦。哎、欸，好啦好啦，说啦，你到底怎么了？先吃饭。哦，我没有筷子，算了，我拿手，用手吃。哎、欸，你看这碗卤肉饭怎么这样？缩水缩成那么严重，卤肉的肉才一块，夸张哎！你不知道吗？最近啊，因为啊电费整个涨了啊，东西都变贵了。你那个贡丸也是啊，贡丸汤三个贡丸汤片，三个切片。对啊，莫名其妙哎、欸，而且啊，我发现啊，最近啊，我觉得昨天大停，突然又大停电啊，我觉得这一次电费涨跟昨天大停电一定脱离不了关系。这什么时候的事情啊？什么时候电费涨？我没有在看新闻，我不知道哎、欸。那就最近啊，最近新闻很夯哎、欸，都不知道，奇怪。我没有在看新闻啊。哦。说啦，你最近到底怎么了？你到底都去哪里了？而且为什么你的锤子可以变那么亮？就，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卤肉饭的肉好像也没有变那么少，我觉得蛮多的、啊，一块吃很饱。你骗谁啊？刚刚剩一块，现在吃很饱，说超饱。你有点心虚哦，你到底怎么了？你心虚？没有啊，就，事实上因为我怕那个洛基我打不过嘛，所以我就想说我的铁锤一定是那个电不够，所以我就电不够，所以你就我就跑去台电借一点电充电。你跑去台电充电，这是你哦，这是呢，哎、欸，小朋友哭了。哦，我们还有节目要进行。好啦，等下再找你算账啊，气死我了、欸！不好意思，那个稍安勿躁。接下来呢，我们就为了特别为那个请高牧师以及那个明荣传道以及田恩姐妹跟佳音姐妹以及学生牧区师班为我们带来的小歌剧《诺亚方舟》，欢迎我欢迎。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来到。我心难过穿杂人，这一切都将毁灭。地上满了人的恨，我找他们心有伤。这一切都将毁灭，唯有诺亚将我分别你的
那时候的